有品，有味，有沉醉。大家好，感谢各位来到沉醉捧场。冬天啊到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保重身体。北方的朋友啊，可以温上一壶暖酒，热热身子，也是很好的享受啊。饮酒有许多的讲究，今天的沉醉就跟大家来聊一聊饮酒的最佳品种、最佳时间、最佳饮量、最佳的主菜。我们先来看看最佳的品种。酒里面啊有白酒、啤酒、果酒。从健康角度来讲啊，当以白酒和葡萄酒是最优的。最佳的饮用时间呢，应该是在每天的下午2点钟以后，它饮酒是比较安全的。因为上午的那个几个小时，胃中分解酒精的酶，也就是酒精脱氢酶，浓度非常的低。饮用等量的酒呢，它上午较下午更易吸收，使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啊迅速的升高，对肝、对脑等器官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和伤害。此外呢，什么空腹啊、睡前、感冒或者情绪非常激动的时候呢，也是不宜饮酒的，尤其是白酒，以避免心血管的伤害。最佳的饮酒量是多少呢？50度以上、60度以下的白酒呢，每次饮1两；啤酒呢，每次饮1公斤；威士忌啊，这些洋酒最好不要超过4钱。这个红葡萄酒虽然有益健康，但也不可饮用过度啊，以每天2到3杯为佳。最佳的佐菜，我们空腹饮酒啊不利健康，选择理想的主菜，既可饱口福，也可减少酒精之害。从酒精的代谢规律来看，最佳的佐菜呢，当推蛋白质非常高的，什么含维生素多的食物。因为啊，这个酒精经肝脏分解的时候啊，需要多种的酶和维生素参与其中。酒精的度数越高，酒精含量就越大，所消耗的酶与维生素就越多。故而呢，我们要及时的补充富含蛋氨酸与胆碱的食物尤为有益，如新鲜的蔬菜、新鲜的鱼、瘦肉、豆类、蛋类等等。但有一点呢，我们要切忌与咸鱼、香肠、腊肉一起饮用。我这个人啊不太好，每一次吃这个香肠、腊肉的时候啊，都喜欢喝酒。其实呢，这个是非常不健康了。但怎么办呢？自己管不住自己啊，因为此类熏腊食品啊，它含有大量的色素与亚硝胺。这些东西啊，与酒精发生反应以后啊，不仅伤害肝脏，而且呢，会损害口腔与食道黏膜，甚至诱发癌症。哎呀，所以我以后要改啊，但就是好吃也没有办法。说完了上面的这个4佳，我们再来看看喝酒要注意的4忌。每年节日期间啊，都有不少的消费者因饮酒过量，致使身体受损，亲朋好友也因此受累。为此呢，我们饮酒要有4忌：1忌空腹饮酒，2忌呢就是汽水、气体饮料与白酒同饮，
三忌煮鱼胡萝卜一起食用，四忌过量饮酒，酒是粮食精，越喝越年轻。酒呢，它虽然是好东西，但凡事呢，贵在适可而止。我是真心的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，让更多的爱酒人士啊，了解这个喝酒的四家和四忌，让大家呢都能喝酒喝得健健康康，喝得呢更加尽兴。